岛来后，大家好，我是谢泽清。那在见识南岛的系列节目里面，我们会透过知识体系的建构，让大家呢以更专业更正确的方法来认识南岛语族的文化。那在原住先民的信仰还有这个祖灵的崇拜里面呢，一直都是整个精神文明最核心的部分。那这里面包括了个人的生命支柱、生活依归，还有精神寄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对敬天、敬地、敬祖先，还有对造物者，还有种种的前进，他们把它延伸至对人、对自然，还有对超自然的一种关系跟态度。那在今天的见识南岛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在这个原住民族的传统信仰，包括了西方的宗教。当年他们进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应该说西方人以自身的观点去扭曲、去修正，甚至于是消除了原住先民对自己祖灵还有对自己生活的看法。近几年有很多的学者，有许多的工作者，他们尝试透过自己部落他们的生命故事，尝试去挖掘或者是再找出来在自己部落里面应该要有的这个信仰价值。那今天的杂乱见识南岛，我们特别请到的两位来宾，这两位老师呢都是重量级的，他们分别会以信仰特色的这个研究还有卑南族的传统信仰里面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呢，第一位呢，他是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胡台立老师。那胡台立老师呢，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位透过影像摄影来记录跟研究原住民生活跟信仰的学者。那身为人类学者的他，到底会用什么样子的观点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他所看见、他所研究的信仰特色呢？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欢迎胡台立老师。台湾原住民族信仰方面变异的幅度非常大啊、哦，有的族呢，像阿美族、排湾族、周族、卑南族、达悟族啊、有神的概念。可是有的族呢，像泰雅族跟布农族，就没有神的概念，所以不是都一样的哦。那而布农族有天的概念，那有趣的是，有神概念的族群里面哦，如果是父系祭祀的哦，像周族哦，他最高神的性别是男的，如果是母系继承的，像阿美族。他非常重要的神，譬如太阳神和造人神是女的啊。那有的族像排湾族偏向单一神的概念，有的族就像阿美族、周族啊，有众多神的概念啊。那有的族像排湾、泰雅、卑南族非常注重祖灵的祭拜，有的族像周族和布农族啊，祖灵祭拜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啊。台湾多数南岛族群主要祭拜的是本族的神灵，可是像塞夏族哦，非常重视异族灵的那个祭拜哦。那台湾原住民族的许多神话传说哦，对别的族群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啦，觉得很难相信是有这样子的内容的陈述哦。但是却是他们信仰体系里面呢不可以分割的一环。人类学田野工作组师爷啦，叫做 Malinowski 哦，他在 Papua New Guinea 一个 Strawberry Islands， 也是另外一个南岛民族所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他就提出说神话是信仰的规章这样的论点。那我今天想要以两个族群为例，来谈谈台湾原住民族不同的神灵观。我会从原住民的神话传说，还有比神话传说更固定的、很神圣的祭典的经语，还有祭典的歌曲，来发掘还有印证原住民族的信仰和神灵的概念。首先，我要谈谈重视创造神和祖灵的排湾族。
台湾族认为创造神是 Nakamadi 啊，他是造人灵魂的主神。那他通常哈是和太阳 Gadao 并称为 Gadao Anagamadi 啊，是台湾族至高无上的创造神，但是并不清楚他的形象和性别啊。那我在台湾鼓楼村做的田野时间比较长了哦。那鼓楼村有一位非常资深的巫师，他叫 Lalup 哦。他讲述他所属的那个卡姆利尔家，他们流传下来的关于记忆起源的真实的传说哦，非常的生动。这则传说呢，先铺成了一个记忆还没有产生，村落还没有电力的时空。有一对兄弟哦，长男哦叫 Rumage， 还有他的老二叫 Lumage 哦。听说有一天呢、哦，这个老二 Lumage 在雕刻刀鞘哈、哦，然后到树林里面砍木材，回到家里面拿木屑取火。那个时候有一位神灵界的女神正在那里哦晒洗过的衣服，他看到冉冉上升的烟，就说：“哎呀，那个树林里面为什么会冒烟呢？哈、哦，啊，那里到底怎么样了？我要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那个女神扔了就燃烧了小米梗，啊、哦，那顺着那个小米梗的烟路来到了人间。那 Lumage 看到扔了出现，就非常惊讶，他就问扔了说：“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啊？你为什么来这里呢？”啊、哦，好、哦，这则传说里面描述啊。当人间的男祖先 Lumage 和森林界的女神扔了相会的时候，这袅袅上升的小米梗的烟把人间和森林界很奇妙的连接在一起了、哦、那人间的贫瘠还有森林界的丰盛呢，形成很强烈的对照。那男祖先、哦、Lumage 便在女神扔了指引下顺着小米梗的烟路前往森林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记忆学习之旅啊。那记忆执行的是人间祈求丰盛的要件啊，就是说人间如果没有记忆，很难祈求到他所需要的丰盛的物资啊。好，那男祖先 Lumage 就先把那个女神扔了准备好的猪骨头呢带到人间。到人间以后就化为活猪了、哦、就成为记忆最重要的祭品。那同时把小米这些主要的粮食、哦、带回人间、哦、那 Lumage 在神灵界最先观看学习的记忆就是非常隆重的这个 Malevok， 就是五年神主灵祭。接着是学习观看这个悲婚仪礼、哦、就结婚的悲婚，头目结婚的悲婚仪礼，还有女巫师晋升的仪礼啊。起源的传说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情节非常引人入胜哈、啊，就是 Lumage 在观看学习完记忆以后呢，这个女神扔了呢就强力把她留在神灵界了，然后用月桃，大家知道月桃席啊，就把她和 Lumage 两个卷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交配成婚了。啊、那这个女神仍然就跟这个 Lumage 讲说，我们从相会观看记忆到婚配生子呢，都是由创造者 Nakamadi 他、哦、安排注定的、哦、那他们两位在神灵界就生了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并且在孩子长大以后、哦、分别立为女巫师还有男祭司、哦、台湾族女巫师叫布林奥、哦、或者马拉达、哦、好，男祭司是巴拉因安，然后带到人间行使记忆。依照仍儿的指示、哦、他们来到人间以后，首先用这个猪作为祭品，设立村落叫吉纳兰、哦、的各个重要的部位，包括创始家屋叫做宾卡赞的记忆、哦、好让住在村子还有家屋里面的人呢得到护卫。那女巫师并且负责为每一个在村落出生的人做婴儿造化的仪礼啊，还有幼儿成长仪礼啊，还有身青少年的仪礼啊，还有增强灵力的仪礼啊。
我们从鼓楼的这个真实的传说里面得知啊 ，Ramage Renge 所生的长女叫做 Lelam 啊，就继承了这个 Ramage 建立的家屋 Gamlia， 便留在村子里面成为女巫师的始祖。那其他的女儿就往别的村落去传授和执行技艺。那唯一的男孩贾格老师就成为男祭司的始祖。那技艺的传承者在人间不断的行使技艺啊，向创始神和元老祖先们祈求农作物还有猎物的丰收还有一切的福运。另外啊，我发现技艺创始家族流传的技艺缘起的这个真实的传说和鼓楼巫师在记忆里面念经还有唱经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元老经语哦，跟这个元老经语里面提到的创始元老还有事迹有惊人的一致性哦，彼此巧妙的呼应哦。那巫师记忆元老经语里面就把鼓楼村的重要创始元老一一的铺陈哦，鼓楼记忆念经里面元老经语啊是女巫师清醒的时候念的祈祷的语言，当女巫师在唱经的时候会入神哈，和神主灵结合了。入神的时候，女巫师已经不知道是在人间还是在神灵界，而是在人间和神灵界交汇的境界里面。当女巫师入神唱元老经语的时候呢，一位一位的元老就会出来说话哦。每段都是一开始就会说哦，我就是家古玛干哦，然后当 Lamage 出来的时候他会就说我就是 Lamage， 然后村给他烂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村，这样子起头啊、哦、元老唱经里面第一位出现的元老唱道啊、哦、我就是家古玛干，你们已经等待我，你们已燃烟招请了我，我很感谢很喜悦、啊、第二位元老出现之后就唱到我就是 Lamage 在神灵界离不离不按家，我就是记忆创始者，是记忆奠定者，是解除人间和神灵界沟通障碍者。那从神主灵附身时的唱经啊，我们可以确定呢 Gadal Anagmadi 还有一组重要的元老祖先以及如同祖先一般人格化存在的家和村是排湾族重要的祭拜祈求对象。家和村啊，并不是就像我们想的说就是物质的存在啊。那对排湾族人来说哦、啊、家和村是如同创始祖先一般是有生命的有保护力的元老啊。好，现今不少排湾族村落仍然举行每年的农耕祭仪还有年祭，特别是有些排湾补助系统的村落还持续着五年一次盛大的 Malavak 神主灵祭，吟诵重要的创始主灵和历代祖先啊，包括自然死亡的善灵还有随之归来的意外死亡的恶灵，对于恶灵哦，巫师要做祭仪遮蔽防范他们带来的危害啊、哦。好，接下来我要谈赛夏族的信仰了。赛夏族的特色是相当重视异族灵的祭拜啊、哦。我们都知道赛夏族最盛大的祭典是两年一次举行的巴士达爱矮人祭嘛哈、哦，发挥了非常强大的凝聚赛夏族不同姓氏还有南北群的功能啊、哦。那巴士达爱字面的意思是说打爱的祭典。那打爱是什么呢？打爱是赛夏族传说里面住在河对岸岩洞里面的矮人族群。那矮人有法力哦，啊，教导和帮助赛夏族人种稻，获得丰收，共同举行祭典。啊，但是矮人好色哈、哦，在祭典里面非礼了赛夏族的妇女啊，啊，赛夏族人为了报复，就把矮人通往山洞的树桥就割伤了。然后矮人坐在桥上纳凉的时候呢，这个树桥就断了、哦、然后就跌到水里面，只剩两位矮人没有死。那他们沿河离去之前呢，边撕着山中树叶边诅咒，要赛夏族人继续举行矮人祭，否则会有灾难。
那矮人叫塞夏族人唱祭典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姓啊，叫迪迪翁，就是朱姓啊，他们学的最快，啊，很快就学会了，因此成为巴士达爱的总主祭的家族啊。那这个巴士达爱矮人祭的精髓哈，是历代相传不易变动的祭歌啊。那矮人祭祭歌如同史诗般的结构，非常的精妙啊。它每一节用植物的名字来押韵，演唱的时候还需要遵照往前后退再往前这种句型反复的规则，非常奇特哦。好，全套唱完要4个多小时。我也曾经对新竹五峰北祭团的迪迪翁姓氏的祭歌传人博奈阿嘎雷哦访问，获得对祭歌词义比较深刻的理解。最大的发现是，祭歌歌词里面除了包含矮人的情节和矮人给塞夏人的训诲，还出现另一位和塞夏族发生恩怨交织关系的角色，就是雷女，打雷的雷哈，雷女，她的塞夏名字叫瓦欧瓦翁，她原来名字叫做尤奥哈。根据塞夏族传说呢，迪迪翁哦，这雷这个朱姓哦的第一位祖先阿肉，把从天上降下来的雷女呢娶为媳妇啊。那雷女有法术，会开垦土地的时候呢，就要这个她的公公阿若放3样根据啊。那林木就立时倒下，成为良田了。那雷女播下葫芦的种子，那成熟以后破开，里面装满了小米哦。所以这个阿若原来是瞎眼睛的，那雷女呢摸她身体还有她的脸，就复明了。可是雷女不能摸煮饭锅哦，那她的公公阿肉却逼她摸锅子，就一摸人就消失了，只见一株芭蕉树立在那里哦。那矮人祭歌15个篇章，根据形式和歌舞仪式的规则，可以大别为3组：1到5首一组，6到11首一组，12到15首一组。第1到5首啊，大多是以矮人的口气表达沿河归来塞夏聚落的情形，以及对塞夏族人的叮咛教诲，并叙述被害落水的而死的那种非常哀怨的心情啊。另外，有一部分是以害塞夏族的身份表示招请款待矮人哈、啊。换言之，第1到5首呢，可视为以矮人打爱为主的祭歌。而巴士达爱本祭之夜哦，也是以这5首歌为主。啊，第六首歌《伊尤瓦肉》是一个转折哦，提到雷女、尤奥还有朱姓祖先阿肉，而且是用他们的口吻唱出过往的事迹哦。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这《伊尤瓦肉》这首歌第一节的歌词，我念中文翻译哦，就是以柿子树为题啊、哦，我的名字叫阿肉，从哪里开始到哪里为止，镰刀、翻刀、斧头。人不见了，只见芭蕉树，芭蕉叶遮住，人消失了。非常清楚在讲雷女的这个传说嘛，哈，好，哦啊，第7首《娃娃王》更是非常奇特哦，就是这首歌是雷女还有矮人意象的重叠哦。啊，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塞夏族的国歌，啊。南北两祭团在5月12时的时候唱《娃娃王》这首歌的时候呢，要把米臼推到祭场的中央，立正唱这首歌哦。歌的第一节哦，它的中文翻译的歌词意思是以三株肉树为题，我们被害而死，你们是否要抛弃我们去你们的地方，一声不响的走了，然后你们要怜顾我们，你们哇哦哇哦哈。
那塞夏族矮人祭歌的歌词呢，证明了塞夏族最盛大祭典巴沙爱主要祭拜的是异族灵矮人和雷女哦。那巴沙爱仪式里面，南北两群由信士制作扛在两个肩膀哦不断舞动的那个肩旗叫 Gilagil， 那有一类的肩旗的形状好像三棕叶，另象征着矮人，另一类的就像芭蕉叶，象征着雷女哦。好、哦、啊，塞夏族除矮人祭以外，还有几个有特色的祭仪啊，譬如祖灵祭哦，还有齐天祭。齐天祭主要也是指的是祭拜雷女哦，还有手肉像蛇一样的这个四脚动物的手肉哦，是祈求天晴和治病。那还有一种迪纳豆的记忆哦，以前是猎手以前把火器带迪纳豆里面的这个打火石取出做引火的仪式，祈求猎手成功。现在有一些时代变迁的一个新的用法哈、哦。好，那塞夏族哦，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非常特殊的概念，叫做达丁尼。达丁尼啊，这个概念哦，他把这个他所有祭拜对象统称为达丁尼，老前辈的意思。达丁尼包括了祖灵，还纳入了矮人和雷女这些非本族的对象，以及灵蛇、手肉这些哦。那塞夏族活着的长辈也称为达丁尼。他们在仪式里面和过世的达丁尼交融哦，同时具有塞夏长辈和灵界老前辈两种身份哦。那塞夏族的达丁尼呢，概念打破了生和死、人和灵、己族和外族的界限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不是指就是达丁尼他可能是活着的人，但同时跟这个过世的这些老前辈们，就是等于结合在一起。哦，好哦，我今天根据台湾族和塞夏族的传说，以及文化中非常神圣的、代代相传、不易变动的巫师祭仪经语，还有祭典歌曲，就是以这些我自己觉得很珍贵的资料哦，来和各位来分享这两族的信仰观。我希望有这两个例子呢，能够展现台湾原住民族非常丰富而多样的神主灵还有异族灵的观念。谢谢各位。